有女朋友就比较不会，但是没有去嫖妓也正常。哎，不是哎，你看，假设你认识了一个女生，然后跟她前面谈恋爱谈得很开心，结果有一天你以前去嫖妓的记录被她发现，然后她就跟你分手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划哎。很多女生不接受男生会嫖妓哎。